人类能吃的花粉都有哪些？花粉指的是花朵雄蕊中的生殖细胞，不仅携带生命的遗传信息，还包含着各类营养物质。蜂花粉，蜜蜂在采蜜时会携带花粉，进入蜂巢后花粉会被储藏起来。蜂花粉是一类花粉的总称，其不仅含有花粉的营养，还融合了蜜蜂的特殊分泌物，其含有的氨基酸能够提升免疫。松花粉，马尾松等松树花穗中收集的花粉，记录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是中国传统食品的主要食材。松花粉为人工采摘，与蜂花粉相比，花园单一，品质纯正。松花粉无论是食用还是涂抹，其含有的多糖物质和氨基酸都会对皮肤起到良好的作用，也被称为微型的营养库。玫瑰花粉，从玫瑰花中提取，玫瑰花粉中含有大量的可溶性植物纤维，可以帮助肠道蠕动。玉米花粉，从玉米的花朵中提取，对食物的致病菌能起到抑制作用。科学研究发现，玉米花粉还能促进免疫器官的发育，并有抗菌的作用。关注健康，关注我。